情话，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，精确的算法，隐形的盔甲，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，目标原本就看不见，崭新的梦如何实现，从原点到终点，地平线有多远，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，冲破层层的包围圈，未来赛博一剑，一幕幕实现，以梦为马，世界复杂，简单的心去对他已经放了半个小时了。大师兄，玉达，我看你们也够疲惫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我来照顾师父。行。啊，小柯，你盯着让师父把粥喝了。放心。爸，嗯，那我走了。哎，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喝粥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师叔再见。师爷再见。嗯，师父，咱吃点东西啊。请坐啊。哎，请坐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公园的事吗？记得。当时让你画张画，其实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辨别颜色，结果呢，你把天画成了绿色，把草地画成了紫色。哎呀，当时我看着你对着画板抹眼泪，我心里这不好受啊。打那儿开始啊，我就特别的心疼你，把你呀就当亲儿子一样看待啊。景初啊，师父身体不行了，这九州以后就靠你了。师父，嗯，您的意思是要把九州道场交给圣景初是吗？这傻孩子哪有这么自己叫自己全名的呢？那您的意思是要把九州道场交给我是吗？哎呀，你是咱们九州最优秀的棋手，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清楚啊，别难过啊，即使师父不得病，这九州也早晚得交给你来打理呀。 啊听您的，吃点东西吧，师父。我不吃了，你扶我靠一会儿吧。把这枕头弄起来。师父，师父。医生，医生，哇，都多大了还掉眼泪？不是我。师父，您别着急说话，让你们担惊受怕了。
师傅，你找什么呢？爸，你找什么呢？师傅，您叫我。来，你过来，你。您说。记住师傅说的，九州道场就交给你了。师傅，您这就怎么办呀？好，我要睡会儿。哎，家属不能这么多人都在这儿，来都出来吧。人多了也打扰病人休息，来跟我都出来。明明昨天去看师傅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变成这样？小兰，师傅吉人走天下，就是小波折，绝对没事的。你之前就说没事儿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别再吓我们了，让师傅赶紧好起来吧。师傅会好起来的啊。其实，在医院，我只光顾着着急来着。师傅说了什么，我听得不是太清楚。他是说，把九州道场交给我是吗？啊，不过我还以为是小景师兄呢。我很好奇，姚科师弟你才来多久？师傅怎么会这么说？啊，要不是师傅的老人家当着你们的面拉着我的手说把道场交给我，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。只不过当时的那个情况吧，我不太想让他再说话了，所以，总而言之，先让师父安心养病，等师父病好了再说吧。哦，我回来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师父之所以不把道场交给景初师兄，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。师傅他老人家想让景初师兄离开九州，自立门户。休息吧，你看你那个脸色，好几天都没睡觉了，这儿有我盯着呢。啊，师傅的血氧突然降下去了。爸，师傅，爸，师傅，爸，大夫，大夫。
师傅呢？师傅，师傅。说话呀，师傅呢？师傅呢？走了。天空的回不去眼泪，一生不肯去暗涌，想找谁，心累了谁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了，师父我还有大师兄以后就是你的家人，知道吗？一生不肯却暗涌像潮水，沉默里无助的是谁，天空的回不去眼泪，转身纷飞，比长夜还漆黑，越等待越仓促结尾、如果再见不出眼泪，可为什么成千回不谢啊，你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围棋，你赢了那么多比赛，却从不耻于名利。你除了开道场、培养这些小家伙，还在全世界推广围棋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从没有懈怠啊。
你是我们围棋界的大棋士，大功臣呐、啊！你现在走吧。可是，你培养的这些好学生，可以把围棋的薪火代代相传。老谢呀、啊，我们俩斗了一辈子的嘴，可是你现在走了，我跟谁去下棋？跟谁去斗嘴呢，老谢？我的老谢。西皇，哎，大师兄，去看看景叔怎么还没来。好，别着急，我再去问问。熊猫，喂，西河。哎，小叔嫂，小景师兄呢？怎么还没有过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一进家门他也不在，我早上就不应该让他离开我视线的。一会儿再说啊，我再去找找他。谢长安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作为谢寒周大师最得意的弟子盛景初为什么没在这里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？还是说在谢寒周大师生前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们发生了什么矛盾？谢长安先生，我们也只是好奇盛景初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是记者，我们想来采访一下。我们怎么打人啊？今天是我爸最后一程，你们是人吗？你们有良知吗？就是想采访一下，滚！滚！滚！你们是干嘛了？你们有没有良心？我们先去了解一下。出去说，出去说，出去说。采访了，你们不能这样糊弄。请大家出去说。我不管你们是哪一家报社的，先出去说。别拍了，别拍了。还没准备好怎么送你，我总觉得这一天不会来的这么快，我甚至连道别的话都没准备好。师父，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呢，我们的棋都是您教的，从这么拿棋开始，都是您手把手教给我们的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把围棋传承下去，也会教导道场里的每一个孩子，就像当初您教导我们那样。啊，让我们陪你下最后一手棋吧。
谢啊。这是咱们老哥俩最后一步棋了。景初，来来来，景初，我被你王大爷给难住了，你过来看看这个棋，我该怎么下。来来来，你到我这儿。来呀、啊。哎哎，臭小子，这个棋不这个赌球我就赢了，你就输了你就。你这看了半天也不说话，是不是我这黑棋就没有活路了啊？熊猫，
下不了棋了。不要我了，现在是我没个家人，我没有爸爸，我也没有师父了。吃点东西吧。师兄，我们在景初的老家，就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他现在状态不太好，你们别来找他。他就是因为太难受了，所以没去参加谢老的追思会。他不吃不喝。跟他说话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真的怕这样子下去，他撑不住啊。程良啊，景初就拜托你了。你们放心，我肯定照顾好他。好。熊猫，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呀。我在这儿陪着你。六六，
我决定告别维系了。喂，陈亮姐姐，小姐学长怎么样了？小兰，景初说他不想再下棋了，也不想再参加比赛了。什么？再也不下棋了？大师兄，咱们得去劝劝小小师兄啊，我们不能这么冲动下去啊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这个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。其实依我看，景初师兄做这样的决定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我们都不是他，不知道他做这种决定的真实原因。与其在这儿极力阻拦，不如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静一静。其实我们应该去理解他的心情。理解什么理解啊？你喊什么？围棋就是师父的一切，他说放弃围棋就是自暴自弃啊！你让我们袖手旁观，那还是人吗？江玉达，你怎么说话？我就这么说话的。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师父。师父，这几天大家都很担心你。我知道师爷走了，你很难过。但是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再说，就算你再难过，你也不能放弃围棋吧。小姐师兄，师父走了，我们都很难过。但是你越难过，你就越得下棋，这样才算对得起师父。师兄，人情绪激动的时候说点冲动的话很正常。但你现在要是放弃了，你平静的时候你肯定会后悔。我们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不能做的那么绝对，先好好休息几天，好不好？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他那么爱围棋，又刚刚在围棋上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，坚定了自己下棋的心。他跟我说他不想下棋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脑子就是一片空白。我真的不能看他把自己变成一具行尸走肉。可我也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劝他。景初的性格
不用我说了，现在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劝得了他。去吧，熊猫，你跟我说你不想再下棋的时候特别害怕，我害怕你。别吓我了。我不劝你，你自己决定。不下棋也没关系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可是，总不能一直不吃不喝，也不出门吧？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什么？如果你倒下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什么？你明天陪我出去走走吧，就当陪我放松一下，好吗？熊猫，我有点累了，这附近有一家很好的茶馆，我们一起去坐坐吧。二位这边请。嗯，我去个洗手间，你先过去吧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对不起，走错了。站住！坐这看。在这儿啊，别找了，我听说你要隐退啊。出了事先想躲，这是谁教你的？系韩州吗？触碰不到的那些美的遭遇。
世界温暖我的夜，叫我看见生命就像蝴蝶，破茧后才能飞越。是你给我的力量。